备跑出去，因为房子可能会飘，可能会倒下来，对不对？那跑的时候呢，吼头就很重要咯。吼头，如果东西咔啊很痛，你会晕倒，这样就来不及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来，妈妈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又要借小雨的枕头嘞。叮，好，小朋友呢，枕头呢可以这样子，然后分滴滴赶快跑，会不会保护头？那你说妈妈，可是我没有枕头怎么办？这样，手手啦，举高高，不是放额头，放上面，对，然后赶快跑啊，然后要跑去哪里？跑去捷运站吗？那么有房子的地方，它可能就会啪倒下来。那要跑去哪里？跑到，哎呦，呵呵你看，哦哦，跑到没？妈妈，你的桌子倒了。对，我的桌子倒了。跑到很空旷，什么是很空旷？旁边没有树，没有房子，没有车子，就叫空旷。这样知道吗？如果你跑到树旁边，树可能地震。它也会喵动，它就把你压扁了，对不对？那房子你在躲在房子旁边，那房子哆啦也会把你压扁，所以要跑到很空旷。你说没有树，没有房子，没有房子的地方就叫空旷。小雨不礼貌，哼，生气。好。那我们呢要来念一下哦，妈妈编了三首一真真呢。好，哦哦哦，跟妈妈一起唱，哦哦哦，地摇摇，地摇摇，来，地摇摇，唱一次，地摇摇，桌子下，半趴下，桌子脚。握紧紧，拿枕头保护头，地震快快走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那妈妈来考考你哦。如果刚像刚刚的地震，你如果要躲，要躲在哪里？躲在那里。还有呢？还有这桌子。桌子的下面可以趴着吗？不行，你要屁股翘起来。妈妈做一次，要这样子抓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你才可以爬出来啊。那如果你躺在地上，这样你怎么爬？你要这样哦，这样哦，这样都来不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怎样？你要抓着，然后要半的，要屁股要翘起来，对不对？要趴着，那这样你才可以怎样？爬出来，对啦。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我要把这个桌子变山洞，让你们爬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爬一次。来，真真开始，请爬过去，爬，爬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耶耶耶耶耶！好，滴答，哒哒，交给你，来，哒哒。对，很好，很好，好，好了。好，好了。好了，汉堡，小心啊哈，不要撞到汉堡。对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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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圈圈。头头小心啊，很好。小雨要不要来练一下？妈妈给你。妈妈，你跟我姐姐。妈妈，妈妈要转这个就有点难了，太小。来，小雨，对，来。妈妈，你跟我。小雨，来，跑过去，跑过去。对，好，跑过去，跑过去。小雨，跑过去，跑过去。你看，来，妈妈来这边。等一下，我应该要拿小馒头来吸引他。等一下。小雨 ，no， 小雨来，趴着，你看。小雨，
小雨，过来，小雨，来。对，好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你看，哦哦哦，很好。都可以来拿一颗，好，要人家陪的。达达，阿乐也可以一颗，和阿全全，好棒啊 ！OK， 很棒哦。好，就是这样子叫爬，趴下，对不对？你刚刚是爬啊，如果不动就叫趴，就趴下。好的，那我们再唱一次哦。哦哦哦，低摇摇，桌子下，妈妈你看，桌子下，半趴下，桌子脚握紧紧，拿枕头保护头，地震地震，快快走，对。哦，我们不喜欢地震哦，因为它会让房子还有很多东西受伤啊，请帮我把它再收。好，那刚刚有的小朋友啊，有的小朋友家里啊住得很高，对不对？要走楼梯，还有坐什么电梯这样子。小雨，那请问哦，如果地震来了，你可以坐电梯下来吗？不行，因为电梯它吃电，那如果地摇摇的时候，那个电啊受伤了，那个电梯就会卡住，你就出不来了。所以如果你家住很高，电梯不能坐，地震来了只能走，走什么？走楼梯，对，走楼梯下来。好，然后呢？如果房子里面，你可以看那个突出的有没有？那个突出的叫钢，那个叫梁柱。那个梁柱里面有硬硬的铁，叫钢，那个就会很牢固，所以你可以在那个的下面。啊，像这个躲在这个地方可不可以？不行，因为这里都没有梁柱，所以它那个就是水泥砖头，啊，有时候地震呢，啊，它很容易就掉下。天花板可能就唰掉下来，这样知道吗？好，然后地震的时候啊，也要赶快把门打开。为什么？万一如果地震很大力的时候，那个门也会卡住，也会坏掉哦。啊，如果卡住你就出不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地震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门打开，预备。万一地震很大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往里面跑还是往外跑？往外跑。就往外逃。好，那我们再唱一次哦。哦哦哦，那你说哦哦哦，地摇摇，桌子下，半趴下，桌子脚握紧紧，拿枕头。保护头很棒，地震地震，快走开，快走开，很棒哎！啊，要拍拍手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哦。哦哦哦，地摇摇，桌子下，半趴下，桌子脚握紧紧，拿枕头保护头。地震地震，快快走，走啊！但是有我们台湾常常会有一些地震，所以如果